浩哥，最近影片观看数是不是变少啦？压力压力，真受不了。哦，啊，现场卫生纸，我是导演。啊，浩哥，你还好吗？人类的身体果然还是太脆弱了。嗯，浩哥，你昨天被撞到这么严重哦，绷带绑成这样。这不是受伤，这是用来封印我右手里面的黑炎龙，插出来扰乱世界。嗯，你开心就好。二汤，浩哥现在又在干嘛？哦，你不用理他，他最近在重看猎人，他想测试看看自己的练能力。练？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！哼，我的能力可不是你这些凡夫俗子可以理解的。嗯，好哦。压力压力，这可就麻烦了。浩哥，嗯，博士，我把你水剑士的水拿去美国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研究室化验，发现里面有矿物质。浩哥，你有练能力呀、啊！哈哈哈！压力压力，我早就知道我是异体质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看我的地狱业火！看来我今天的灵能量不太够了，那我先下班啦。现在才下午一点半哎。魔冠光沙炮，领域展开，无量空出，千鸟，岩沙黑龙扑。奇怪，我怎么用不出来？我不是念能力者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浩哥，很危险哎，快下来啦！我的能力应该是要在危机时才会被激发出来，我只要从这里跳下去，我的异能应该就会被唤醒，然后我就直接变成不死鸟飞起来，没救了。浩哥，等等，博士，浩哥，你用来装水剑士杯子的水，是不是用多喝水？多喝水的水是来自普里最高山脉关刀山，多喝水保有天然矿物质，水质甘甜，口感佳，这不只可以让你补充水分，还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啊！原来如此，这么说来，浩哥其实根本没有念能力嘛。哎，浩哥，好了啦，误会一场，可以下来。人呢？哎，他跳下去了耶！那我们今天可以提早下班吗？嗯，好。多喝水才是真正好水嘛，多喝水没事，没事多喝水。哎，你是不死鸟浩哥啊？